小心啊，小心，你放松点。恭喜族长，贺喜族长啊！商国百年结一次，象征着百年一次的轮回。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颗圣果的成熟。等星辰把圣果采回来，咱们把它制成药膳，与族人共同分享，大家都能长命百岁。大家都是托了族长的福啊！族长，祭祖法事已经做完了，少主可以去采摘圣果了。星辰呢？哦，位面石虎带着少主去食人树林外等候，只要少主穿过食人树林采得圣果，那就算完成了祭祀。什么人？去看看。
谁说青云长路怎么过呀？谁啊？谁让你吃了？我辛辛苦苦摘过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的。但是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不是我吃的，它自己飞进去的，真的。小偷吧？什么小偷啊？你这果子在地上，谁捡的就是谁的，这我……你犯死罪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会儿别人过来看到你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破果子，你那么凶干嘛呀？赔你？赔？你拿什么赔啊？你耍我？金子。倾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圣果呢？哦，你说那个果子啊，我刚刚不小心吃了。不过你别着急，我能赔给你们，真的。两、三、都给你。你胆敢盗窃圣果，受死吧！哎哎哎，我。谁干的？自己站出来！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。
又是你啊，偷吃了我的圣果还敢来我的房间，胆子不小啊。那你还偷我书呢？那是我捡的。圣果也是我捡的。还想自夺礼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圣果对我们神木族人有多么重要？那个神树千年一结成，百年一结果，就这么被你偷吃了，你犯了死罪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死罪？那你要是觉得那圣果那么重要，你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啊？上面写着说，这个果子不能吃。那我又没有看到这个牌子，我怎么知道不能吃？算了，懒得跟你说，走啦。好啊，那你走呗。反正外面到处都是吃人的树木，还有神木族的追兵，出去你肯定活不成。又不走了？你让我走我就走，这显得我很没有面子的。行吧，那随便吧，我回去睡觉了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把眼睛闭上。啊！把眼睛闭上。不准偷看啊！好了。怎么弄的？不告诉你。清晨。谁啊？哎，躲起来！啊，快！清晨来了。清晨，马上！千万别说话啊！千万别说话。清晨，来了来了。清晨。阿虎，你来干嘛？你这屋里怎么有女人的味道？哎，什么女人味儿？没有女人，没有女人味儿，没有。那女贼逃跑了，你真没看见她？没有。星辰啊，这女贼偷吃了圣果，坏了你的大事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哎，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有什么好着急的？才叫了，女贼，原来你躲这儿了，受死吧！哎，阿虎，这个不能杀，这个不能杀。好，那就把你交给族长处置，把你千刀万剐，给神树当肥料。啊，守一，你可得救我呀！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一个痴呆弟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好嘞。阿虎，你就跟他们说没找到偷圣果的人。那怎么行？这不胡闹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阿虎，神树生病了。你也知道，神树的兴亡关系着我们全族人的命运。刚才叶姑娘跟我讲，外界的医术发展的特别好，是吧，叶姑娘？啊！所以你不能杀他，得让他活着。带我去外界学习医术，这样我才能回来救我们的神树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你要是走，我就告诉族长。好，我就欣赏你这个性格，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背叛。我会。你不会。我会。你不会。星辰。啊，月影。啊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哪知道？星辰，你在屋里吗？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不行，阿虎，阿虎，我必须得走这一趟，你得帮我兜着点儿。不行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兜啊？哦，这样，
妈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幻影石，你用它每天乔装成我。这个东西每天只能使用一次，你要记住，我的命运在于你，神书的命运在于我。好兄弟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哎，走走走，星辰，哎，拜拜。我，你这走吧。哎，星辰。总算是出来了哈。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要在里面待一辈子。你等等我。你刚吃了圣果，控制不住内力，我暂时封住你的穴道，等你学会运气之时才能使出轻功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至此，那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告辞。不必相送，在此留步吧。告辞。不是，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让我去你的医馆学习医术吗？就这么随口一说啊。是这样的，这外面啊兵荒马乱，死的人特别多，为了你的性命着想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告辞。什么东西啊？别挠我，别挠我，走开。我再不跑了，我不跑了，我真不跑了，走开，走开！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又是你呀！这个东西以后就归你了。啊，不了不了。哪儿去了？我走了。啊！去哪儿啊？这回去的路程那么远，多辛苦啊！啊！你不是说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让我赶紧回家吗？逗你玩呢，这外面可安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我刚刚是给你做一个测试，进我们医馆的人，他都得做这个测试。恭喜你，这位兄台，你可以成功的进入我们医馆了。好，那我就跟你去看看。哎呀，你跟我回去可以，但是你看那个东西，你能不能把它弄出来？此次警察局发布会将向公众展示打击劫匪的新举措，市政厅诸位长官也纷纷莅临，为警局加油助威。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欢迎市长上官清先生。好。商会会长叶秋实先生。好。以及最为重量级的警察厅厅长乔正坤先生。下面有请年少有为、智勇双全的警察局长乔振天先生。
上台发言。好，哦，这么多人啊！云长，云儿，爹。诸位来宾，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。我们云海市自古以来，民风淳朴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然而近日，却出现了一伙匪徒，接二连三的抢劫药材，以至于人人自危，民怨沸腾。匪徒的出现，让云海市人心。那人就是帮你找药的人。于是，那他瞪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清剿这伙匪徒。这下我惨了。为什么？我欠他一个人情，他肯定会一直纠缠着我。要不要帮你揍他一顿？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，不断的排查，行，终于我去啊！反正这全是他的人，都有枪，快去快去，把他们揍一顿，揍他一顿。看他小颜吝啬，你又这么说，今天我就放他一马。我们警察的使命就是保护民众的利益，我们警察存在的价值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即使再苦再累我们也心甘情愿。好怎么？喂喂喂，云长，表哥，云长，云长，云儿，云儿，云长，你怎么了？云儿怎么了？她中了七色胡蜂毒，必须马上止药。你是谁呀？放开她！哎，别管了，先送云儿回去吧。来，云儿，来，慢点，别，走，表哥，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这局长，局长，出了问题了。地下，你快帮我按住他，快快！云长，他的病你们治不了，我来吧。你是谁啊？不能让他治病。云长，云长，云长没事。这个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，不能让他治病。时间紧迫，再不救人，小命不保。叶会长。乔局长也没有恶意，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我们的确不认识这个人，还是提防一点好。那个小兄弟，你就留在这里，会有人安排你的住处，鱼儿的病你暂时别管。还不信我？他的病如果趁早治疗他有的救。你想怎么救？这个房间只能留我和他，我自有办法。放屁，凭什么不能让别人看你治疗啊？我看你就是图谋不轨，你再不出去，对你不客气了啊！大黄，哎，看着他。是老爷。父亲。哦，义父。回来了，那个。叶云长到底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云长现在症状非常奇怪，我从来都没见过那种病。那陪他一起回来的那个年轻人呢？哦，那个年轻人还在医馆呢。云长现在昏迷不醒，所有的名医看了都没有用，可那个人说他能治，但是叶会长见他来历不明，也就没敢让他医治。阿瑶，嗯，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啊，千万别累着自己。嗯，你也是啊。文轩。哎，你去库房把那盒上等人参拿过来。嗯，让阿瑶带回去。好，谢谢义父。阿瑶，我资助了那么多孩子，属你最有出息了，做了大夫也算是学有所成。你看看文轩，连个税务监察的小官都做不好，一点男人样子都没有。我
我从小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要是没有义父您，我也没有今天。文轩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现在只希望给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，让他开开心心过一辈子。吴姐醒了，云儿，云儿你醒了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姐你怎么样了？小姐你终于醒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挺好的啊，我觉得身体通透，好得不得了。给爹看看。不可能啊，怎么一下子好起来了？云儿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怎么得了怪病？急死我们了！啊！哟，气色不错嘛。哦，爹，我忘记给你们介绍了。上次我去山里采药，迷路了，是这个兽医领我出来的。我看他人还不错，就留他在医馆当兽医看看小动物吧，没意见吧？你呀，给我听着。以后好好待着，不许再进山里了，知道了吗？既然你好了，爹就放心了。我要赶着出去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干什么？发什么愣呢啊！我问你啊，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来寻找治疗神书的方法。你不是想给神书治病吗？只有我知道治疗植物的书籍。如果你求我的话呢？我可以考虑帮你找找看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这事儿对我很重要，帮我找一找去吧。我又不想去了。为什么？太多，
你得求我呀。好，我求你。去吧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你求人就这么求的？你得，就是。撒娇，对，撒娇的语气。我懂了。是这样吗？条件？怎么还有条件？这么事儿，说。以后乔正天要是来医馆烦我，你就给我挡着他。这个好说，我穆星辰从小到大打架就没输过。他打架厉害吗？瞧你没出息的样儿，也没让你打架，只是他以后要是来医馆烦我。帮我挡着就行了。看来他肯定是喜欢上我了，我得躲着点，万一他是毒妇就麻烦了。喂，能不能行嘛？没问题，成交。研究植物的好地方，这里树的症状应该跟你们那儿的差不多，先看看，回头再想办法医治。怎么那么多尸骨啊？这边症状跟你们那边一样吗？挺像，看来是同一种病。我爹还想在这建药厂呢，看来是有风险啊，我得赶紧回去跟他说一声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查一查。这次云儿被救回来，多亏了震天，感激不尽啊。震天是警察局局长，这是他分内的事情，谈不上感激。哎呀，我们家云长这次让你们费心了，找机会啊，我们一定好好谢谢你们。对对对对，夫人真是太客气了，我和叶会长啊是多年的好朋友，这些客气话就不用说了。叶兄不是想建药厂吗？对，批文我给你带来了，字也帮你签了，啊，那块地呀，就是你的了。哎，为了让你建成这个药厂，我把我们家祖坟都给迁走了。好，啊，乔厅长的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啊。哎呦，叶兄，你之前也帮了我不少忙。行，那时候不早了，兄弟就先告辞了。好好，我送你，请你请。好，请。叶会长。哦，穆星辰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叶会长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这个药厂不能开，那儿离迷雾森林很近，有枯死病，当地死了很多动物和植物。没事吧你？大半夜跑到我家来胡说八道。现在还不确定枯死病会不会传染，水土都有问题，不能开在那儿。
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丁香。嗯。松木大夫。爹。云儿，云儿，你总算来了。我厂里面的几个工人得了怪病，赶紧去看看。好。按好，按好。他心跳跳得很快，感觉像是中毒了。什么东西咬过的？我记得当时有一只特别大的胡蜂在我们周围飞，后来老陈就变得不正常了。这会不会是那个胡蜂给咬的？那你还记得那个胡蜂长什么样子吗？那个胡蜂的颜色特别的鲜艳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从没见过这样的胡蜂。原来是你小子呀，小姐，老爷，拿过来。不给。怎么了，老爷？哎，你看，原来是他把毒胡蜂带过来的。当初你小子阻止药厂开工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在捣鬼。爹，这肯定都是误会，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，你得相信。孩子，他在骗你呢。什么骗不骗的呀？您放心，我这就把他带到警局审一审。哎，乔局长，我可以证明星辰的清白。清白什么？清者自清，反正我没干过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救人。说什么说，走去警局去。哎，走。星辰。哎，云儿。星辰。爹啊。你看看，咬人的毒蜂是不是长这样子？没错，咬老陈的就是这种胡蜂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早点交代，我就不对你用刑了。我说你这家伙干嘛总是找我茬呢？这胡蜂是我抓的。我可以作证，这胡蜂的确是我和星辰上山采药时他抓的，工人被咬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是包庇罪。我没撒谎。你到底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我就是山里的兽医。兽什么医啊？你这细皮嫩肉的怎么可能是兽医？这个毒胡蜂是不是你养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去找胡蜂的老巢，要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受伤。你只要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谁？不是你老跟我犟什么呀？你再跟我犟的话，以后你生病或者被毒胡蜂蛰了，我不救你啊！齐飞，把他关起来。这。云海市还没人敢跟乔家作对。我劝你坦白从宽。那我说了他不信怎么办？我身为探长自然会查清楚。你进去老实实的想清楚。哎啊，
你说的山里还有毒蜂巢？真的假的？这种胡蜂喜欢攻击活物，如果见到那些死亡原因不明的动物尸体，那就说明这帮毒蜂肯定就在附近。还有啊，这附近的小动物应该被他们蛰死了不少，他们连草木都不放过。哦，哎，很危险，小心点。喂，喂，是我。啊，药厂的事我知道了，你们停工吧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就几个工人生病，我都解决好了。警察局已经向我汇报了，那么多人发狂，万一是传染病怎么办？市政厅已经决定了，马上停工。哦，喂，喂，岂有此理！大黄，赶快找人把药厂值钱的东西都搬出去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警察局的人把咱们药厂给封了。什么？还说这里的东西都不许带走，怕传染病扩散。这回好了，我家药厂也被你封了，你到底还要干什么呀？你误会了，为了防止传染病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等病因查出来之后，我立刻马上解封你家药厂。啊，对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是穆星辰干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别胡说！别！齐飞，别！你真的可以啊，背着我带他越狱。星辰，没呀、啊，他关押时间到了，不放不行。啊，对，我们找到一个线索、啊，什么线索？胡蜂的巢穴就在树林的一个花房里面，只要找到花房的主人，就相当于找到了凶手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行了，别吹了。嘿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竟敢违反族规，私自来到外界，还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。我这个不是为了入乡随俗吗？再说这样不是挺好看的吗？走吧，跟我回去。哎，师傅，您也知道，神树的生死关系着我们全族的命运。再说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寻找之初的良方吗？这件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族长让我带你回去跟月影完婚。您就不能让他把儿女之情往后放一放吗？
师傅，我告诉你，最近城里来了一批比七色胡蜂还要毒的三色胡蜂，很多人都被咬伤了。如果我不救他们，他们很快就玩完了。这件事情跟我们无关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您这么一说，还挺有道理啊。哎，师傅，您说咱们族内的解灵草能救他们吗？解灵草啊，解灵草对于他们如同致命的毒药，不可外敷，必须配以味甘性温的草药制成丸剂服用，从而降低药性，这样可以缓解蜂毒。嗯，这样。嗯，我知道。怎么样了？啊，好。你研究出新药了，正好这病人快不行了，来试一下。痒都不行，别动。哎，慢着，慢着。你之前弄的药草差点害死人，现在又弄了药丸，万一把人治死怎么办？老爷，这兽医要用人做实验，这如果出了事，这咱医馆的招牌就全砸了呀。就是。也是啊，兽医，要不我们先用动物做实验吧，然后看看药效再说。我自己吃了一口，没什么事儿，救人要紧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。扶他起来。哎。怎么样？我好像好一些了。胳膊上的红点没了。太神奇了！兽医，你的药起作用了。那个，你这药丸什么配方？你给我，我去找人多做一些。不急，云长，来。看来这些药丸只能缓解蜂毒发作，还需要再改进一下才行。这药只能暂时缓解蜂毒，我还得再改进一下。那个穆医生，想不到您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医术，佩服佩服。您刚才不是还骂我来着吗？刚才是我不好，你们忙，你们忙。哎，大王，哎，我们出去。好。父亲让我们来给乔振天治病，你师父跟来干嘛？那他想干什么，我也管不了他，就让他来见见世面吧。走了。这药真好喝，还有吗？不能多喝，一天最多只能喝半瓶。那好，你先休息。慢走，这边请。云长，看起来你气色不错啊，不像是蜂毒发作的样子。我刚刚喝过日本的特效药，已经好差不多了。是刚才那个人给你吃的吗？是，他是从日本来的藤原斋大夫。不可能，这种毒没有人能治得了。他是怎么给你治的？我也不清楚。多谢藤原先生，我儿子喝了你的药病好多了。您客气了，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。藤原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点差钱，请乔厅长笑纳。现在云海市缺医少药，药材就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。在下正好有一批从大英帝国运来的西药，但是缺少批文下不了船。如果乔厅长你有办法，
我们一起发财。这个女人好眼熟啊。为了这个女人，宁愿放弃神魔族族长的位置，弃我于不顾，会让她带走你的。小蝶，小蝶，小蝶，啊，这是啊，小蝶，小蝶，谁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我跟踪我师父去了一个水晶矿洞。里面有一具尸体，栩栩如生，很是神奇。你师父也搞人体实验啊？怎么可能？他又不懂西医。那你带我去看看吧。走。是尸体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还保存得这么好。我师父在看到他的时候，情绪很激动，这应该就是小蝶了。小蝶是谁啊？就是那个让我叔叔放弃族长之位的女人。我去看看啊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哼，你欺骗了我和小蝶，今天又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，是不是还想骗别的女人？哼，今天我就跟你讨个公道。
别再逼我了，我不会再手下留情。当年你弃我不顾，让我沦为族人的笑柄，今天我恨不得杀了你。空禅，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和我没有可能。这么多年，我就是想问你，在你心里，难道我一点位置都没有？我的心里只有小蝶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恩断义绝。这儿也有胡风，会不会操控胡风的人就是你叔叔啊？不知道，但肯定跟他有关。这件事情比我们想的更复杂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收音机，刚才播的是广告。这木盒子里刚才说什么特效药，真有这么厉害？这药刚开始我以为是假的，谁知道效果真的很不错，病人们喝了都说精神好了很多，卖得特别好。穆医生，我看您最近这么劳累，要不您也尝一尝，保证立马有精神。来，拿一瓶。这特效药真有那么厉害？嗯，我试试。星辰，看，
这都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呐、啊！金晨，快点帮忙呀！陆医生，陆医生，坐下吧。这都是朕为你们打下的江山。天上天下，唯朕独尊。我是流氓，我是王。小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兽医发疯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喝了特效药就变成这样了。特效药？什么特效药啊？就是乔正天指定每家药铺都要进的。拿来给我看看。你冷静一下。天下尔等奸臣。星辰，太过分了。这药治疗风疾见效快，还能止痛提神。吗啡？这种麻醉剂可以镇痛，但是喝多了就会上瘾。这里面吗啡肯定超出了标准限制，要不然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小姐，记者都到齐了吗？报社和广播站的都到了。哪儿都能治。诸位，毒狐封伤人事件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迷信一种特效药，说这种特效药可以治疗封毒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这种药叫做吗啡，吃多了只会让人上瘾，重演鸦片误国的悲剧。哎呦，这不会，如果不吃特效药的话，怎么治疗封毒啊？就是啊，可不是。这是我们家研制的解毒丸，这种药丸可能药效会慢一点，但一定可以彻底根治封毒。可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真的可以根治吗？说说。对呀、啊，都说说呀、啊，这到底能不能治啊？到底行不行啊？说说行不行？能治吗？能治吗？没准儿吧？不能让我们信你，看到没有？你怎么让我们相信？能治啊？信才行啊！好，空口无凭。现在就给大家做个实验。你疯了！干嘛呀？我只会服用我们自家的解毒丸，药效如何？大家看我就可以了。真能治！这要不能治，这人就没了。看看吧，云城，快！说什么特效药，全是骗人的。你居然敢用吗啡来骗我！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你已经赚到了钱，何必还要在乎什么名声呢？放屁！我和你们乔家明里暗里的也合作那么多年了，见不得光的事，更是做了不计其数。在下只是觉得，如果因为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的罪名而失去了权力，恐怕有点得不偿失啊！我早晚收拾你。坚持住啊，星辰！星辰一定要坚持住！大舅，求求你们，再给我最后一瓶吧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再给我最后一瓶吧，天瑶把他给按紧了。好，最后一瓶。云长，我没事了。云长，扶我起来吧。
有志者事竟成，这毒瘾我克制住了。父亲，这就是穆大夫，他找您有事。这小子他怎么来了？父亲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师长好啊。穆星辰，自从你来到云海市之后，接二连三发生很多怪事，风毒剧毒无比，却偏偏只有你能治好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。胡峰怎么来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。叔叔，露馅了。私自逃到外界，你就不怕穆北川知道吗？跟您学的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因为只有神木族才有七色胡蜂，而您身上有七色胡蜂的能量，所以不难猜测那些胡蜂就是您养的。我不希望你们的恩怨会牵连无辜的百姓。你不是有办法医治风毒吗？嗯，现在市面上出了一款害人不浅的特效药，叔叔应该知道。我希望叔叔以市长的身份阻止萧家继续卖药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娶楚天瑶为妻，你敢吗？叔叔明知道我父亲的性格，又何苦为难我呢？父亲，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没有阿瑶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为了一个女人，勾结乔振天，伪造批文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父亲，您都知道了。你被他压得死死的，被他利用，也不敢反抗，真是丢脸。父亲，别的我都不在乎，只要您别把阿瑶嫁给他就行。我跟你再说一次，你们俩不可能在一起。温轩和楚姑娘两心相悦，叔叔就成全他们吧。星辰，星辰，你没事吧？星辰，没事吧？星辰，星辰，你坚持住，你坚持住，马上就回去了，啊！阿瑶。你觉得那个穆星辰怎么样？星辰他热情善良，偶尔有些不按常理出牌，
义父想把你们俩撮合到一起，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。不，义父。我明白了，有情人一定要终成眷属。那是当然的，到时候我跟我爹说，给你加工钱。加多少？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谢谢。哎呦，没想到几天不见，又变美了。下一位，别急别急，一日三次啊，大姐。都有。哎，听说你之前饮食失度，大家排好队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要三盒，一日三次。你来的正好，记得。我有事跟你说。饭后吃。好好好。对，饭后说。记得。哎。来，你看到这些人了吗？好，谢谢啊。这是我的。怎么了？这是你的。他们现在一边喝着特效药，一边吃着我们做的药丸。这样一来，蜂毒虽然可以解，但是吗啡的毒瘾无法根治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你啊，把他们集中起来，隔离治疗。好。可是我已经下令禁止出售特效药了。我要两盒。那只是表面。你不是一直想对叶云长表明心意吗？现在这是个机会啊，至于要不要那看你自己。我来三盒，谢谢。都是我的。记得吃啊。都有都有啊。所有人听着，你们买完药之后到这边排队，跟我去接受免费的隔离治疗。隔离治疗？安静！特效药吗啡过量，长期服用对大家的身体有很严重的伤害。我呢，也是为了大家的身体着想。对，乔局长说的对，这也是为了大家的身体着想。大家配合一下，排队吧。叶大夫都说了，那咱们就排队吧。云儿，来。你一定要帮爹把他留下来。我看星辰这个孩子踏实可靠，医术不凡，难得的人才啊。小妈都要把我嫁出去了，我哪还有脸留人家呀？嗨，这还不简单，爹帮你解决掉。嗯，还是爹最好。爹你放心吧，没有我的吩咐，兽医敢回去啊？兽医，哎，振天，啊，岳父大人，有失远迎啊。啊，其实我今天来，是想说一下我们两家的事情。邱师兄，有话直说，需要置办什么彩礼啊？我们都答应。其实呢，哎，我就直说吧。其实你们都知道，云儿从小就性情顽劣，不爱受管束。现在年纪尚小，我觉得不太适合谈婚论嫁，所以今天来，希望贤侄能另选良缘，不要耽误了终身大事。你是来退婚的？哎，对对对。都要怪我夫人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，那这些都是她收下的聘礼，今日如数奉还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振天，乔振天，你这是干嘛？市政府有令，要强制所有对特效药上瘾的病人戒毒。乔局长，穆医生的病我可以帮他治的。嗯，您不用担心了，回去吧啊，没事。云长，星辰，强制隔离戒毒是不可避免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那些病人，包括我。乔振天，我跟你走。叶会长，
我这也是秉公处理，如果有什么意见您尽管说。没事，我接完毒就回来，放心吧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看清楚了，原来是齐飞探长。您请您请。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呐！之前我那么对你，其实都是乔震天逼我的，他想除掉你。什么？我看这话，就是他放的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这儿肯定有后门，赶紧走。大啊，是，这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起火了呢？管他怎么起火的呢，本来我还正在发愁怎么处理木星辰呢。不是，局长，那咱还救吗？救啊，当然救，但这个得等到救火车到才能救吧。表哥快救火呀！救，着什么急啊，这么大火也得等到救火车到才能救。不是，叶小姐在里面呢。谁？叶云长啊！什么？赶紧救火呀！是。局长，火太大了，进不去。给我想办法，这火要灭不了，我灭了你们。火太大了。已经没救了，云长，云长，你怎么样？云长，我相信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。我能不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
救过我一次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为了救小爹的性命，执意偷盗圣果，一再违反族规，被你爹打成重伤，关进地牢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是你潜入地牢为我疗伤。你顾念我们叔侄情分，私自放我走，这个情，今日我也算是还你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你。 自有办法，你快走。现在我还给你。 从此以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我现在教你青囊术，助你解毒。 决心静虑，精神内守，气归丹田，生生不息。寥寥真空，色相迷，发现。
向长村，不落空。指点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你在隔离区用了青囊术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以后你是去是留我不管，但如果你敢暴露我的信息，我要整个叶家的人陪葬。我来这儿只为一心学医，跟叶家毫无瓜葛。如果你想保护他们，就给我守口如瓶。那你得答应我，不再培育杀人胡风。你敢威胁我？不过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胡风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好点没啊？当然不好了。要不是我儿子替你挡了子弹，躺在这儿的恐怕应该是你吧。娘，上门都是客，少说两句吧。谢谢你来看我。哎呦，我立刻就不舒服了。怎么了？我现在很难受啊！哎呀，乔局长，您挡子弹也救了我一命，我肯定得来看看你了。你现在看完了吧？你快走，我看你就烦。来，把这喝了啊。这位气质高雅不凡，想必一定就是乔夫人了。不过我看您面色有些憔悴，想必是照顾乔局长过度疲累，是不是有心虚气短的症状呢？还真被他说准了。哎呀，最近我这睡眠呀，实在是太差了，总是晚上不停的醒。不过放心，我身边的这位叶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，给他看看。要是乔夫人不嫌弃的话，我给您看看吧。也好，那就试试吧。喝了啊。好。我看你状态挺好的，是不是很快就能养好了？自从认识你，我就厄运缠身。你怕是我的灾星吧？自己运气不好，怪我干什么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抓了？那你想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？有人想烧死隔离区里的所有人，然后嫁祸给你。如果云长死了，乔家和叶家势必会展开一场大战。看来你心里有数了，到底谁干的？市面上的特效药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当然不是了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调查过，那些让人上瘾的特效药是你们从藤原斋那儿进的，
现在你又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他们自然想害你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。如果我不帮他们卖药，而是任由叶云长治好了毒狐峰，那么日本人肯定会加害于他。现在你又研制出了解药，那么日本人自然也会对你恨之入骨。好，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那就先把眼前的恩怨放下，共同对付日本人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合作？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输给日本人？是因为我们总爱窝里斗，互相残杀。你和我之间死任何一个，日本人做梦都能笑醒。那场大火没有烧死隔离区的人和叶云长，他们没法加厚在你身上，所以只能想着干掉你。毕竟你掌握了云海市所有警备力量，让云海市乱才是他们的目的。这件事不好调查，你也很难派人去调查，所以这件事情只能靠我了。你信上所说的就是良药是真的？绝对没有半句假话。那太好了，我带上叶家的铁甲军跟你一起找圣果去。赶紧去找星辰，告诉他神木族出事了。美娇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怎么叶子都黄了？你赶紧去吧。美娇，美娇，美娇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去。一点误会，在隔离区要杀我的人，就是你吧？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常局长，我今天可是诚心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而来，如果乔局长能帮我除掉叶秋实和穆星辰，那么整个云海市的商界就会是我们的天下，到时候我们要什么有什么。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钱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的手下研制出了一种和毒狐峰毒性相近的传染病，只要投放出去，再以药物治疗，你和我就等着收钱吧。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叫上我？你一个人做岂不是更好？谁不知道你们乔家在云海市的势力最大，在下还要仰仗你们的帮助。你们影流社不是很厉害吗？哪里还需要我帮得上忙？刺客，谁？你看，他全身只有这一处伤口，可以推测，他就是被那个氰化物的毒针刺中后毒发身亡。能有机会下毒的人只有宋子清。竟然敢在我面前杀人，我去抓他！哎，先别急，他只是个被指使的人，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，这样才能把幕后指使给抓住。那他再去害人怎么办？再说你怎么就知道他背后还有人啊？你放心，藤原斋已经死了，
日本人士气大减。就算宋子清以前是帮日本人做事了，但他一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。所以我可以推断，他背后一定还有一个大人物。行，我可以不去抓宋子清，但你要答应我件事情。你先说，你先答应。行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就答应你。行，在解决这帮日本人之前，你绝对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我要跟你在情场上公平竞争。哎，乔振天啊，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这次真的是服你。追凶手去了，但是让他跑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冒险？万一你出事了怎么办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是你老家出事了，让你赶紧回去。美娇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就跟生病了似的。啊，你快救救她，晕过去好久了。你竟然一次一次对我不管不问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小精灵？对不起美娇，是我不好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哼，算了吧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告诉你，神木族出事了，那里也出现了毒蜂群，百木枯萎，神树也不见光辉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这么严重？云长，之前我就知道神树枯萎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但是一直当耳旁风，我现在得回去一趟。我陪你一起去。太危险了。那就更得跟你一起去了，走。哎，父亲，孩儿不孝，来世一步，让族人受尽苦难，孩儿甘愿受罚。我听闻你带回来的解毒药救了不少族人，也算是功过相抵。父亲，云海市市长上官清带领一大批人马准备来神木族抢夺圣火，我们应该想好对策，做好防备。上官清是何人？就是我叔叔木南月，他就是木南月之子上官文轩。族长，此人既是木南月之子，按照族规理应处死。父亲，罪不及子，我若杀了他，我的弟弟木南月恐怕会更加误会我了。好吧，我就赦免他的罪孽。等这件事了结后，他们二人都得立刻离开。上官清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带这么多人到底是来干什么？难道又是为了你的小蝶？没错，把圣果给我，今天如果我拿不到圣果，绝对不会回去。拿不到圣果，我们就踏平这里。为了你们的一己私欲牺牲这么多人，值得吗？只要你们今天撤军永不再回，我就破例给你们一枚圣果。一枚圣果够谁吃的？最少我们三个人一人一枚，否则绝对不走。放肆！神树千年才能长成，圣果百年才结一次，
一次只能结不到十枚圣果，我今天答应给你们一枚，已经是你们最大的恩赐。少废话，不交出圣果，我们就自己拿。上上。部长，快走！都会救你出去，云长，我们缘分已尽，回去多保重。这个地方很危险，别再来了。还有，回去告诉小震天，多提防日本人，别再上当了。行了，走。走了。